欢迎收看阿黄频道。那么各位观众，相信大家呢都有在看马桶人吧？马桶人除了原作，还有很多的同人作品啊。可是呢，说到游戏的话，就非常非常的少啊。所以呢，我在上网找一下，还有没有呢？一些比较好玩的马桶人游戏啊。然后呢，我就找到一款的马桶人恐怖游戏啊。它的作者呢，花了1500块美元呢，就给某个人制作啊。哇哦，看起来花了蛮多钱的，一个普通游戏。这游戏说就是努力活过5个晚上，大概10分钟就可以完成了。看起来蛮简单的，需要花1500美元吗？好像好贵哦。哎，那么我就来尝试一尝试吧，看一下这个游戏呢到底好不好玩，还是个很贵的粪 game 吧。OK， 那么我就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游戏开始吧 ，Let's go。OK， 这就是花了1500美元的这个界面啦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OK， 游戏开始，不废话了。哇，现在我是监控人啊，生存这个晚上，给、okay， 解决掉其他的马桶人，马桶人哦。哎，这个画面，哎，游戏好潮。等一下，我游戏不可以调声音吗？没有那个设定了吗？好大声，这游戏看起来还蛮暗的，然后哎，好像也蛮不错的，画质上好像蛮漂亮的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子弹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手上？等一下，超暗的这里。我手上怎么有一把枪啊？嘿嘿，监控人不是用手下啊冲马桶的解决那个马桶人的吗？好吧，看起来应该是升级了。然后这是马桶人吧？哦，马桶人来，打他打他！哎，解决了，用枪解决马桶人了。可是那马桶人怎么不会说话的？不会说 skippity skippity skippity。我听到了，哦哦，对对，靠，怎么突然间跑出来啊？好像我血量。他只是撞击我而已，我的血量变得那么少吗？好啊，我抢个马桶人，不可以小看。我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不能进入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电筒，有手电筒，你们看，这手电筒好像没有什么作用。我照到亮的地方才有那个亮光，然后在暗的地方好像没有什么作用，好烂。果然是花了1500美元的游戏啊，好赞哦！我要解决马桶人吧，马桶人给我过来，要打头吗？哎，没子弹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 ！OK， 我们再来，还不熟悉游戏而已，各位。我们再来捡子弹，然后这里有一个马桶人，来打他，大概打他六枪吗？6-7枪啊就会解决了。这个马桶人来打，嘿嘿，好爽，解决马桶人好爽。哎，这个马桶人给过来，要等他伸头出来我才可以射他吗？还是说我在远远就可以解决他 ？Hello， 哎，好像没有控血了，好像要等他伸头出来才可以解决啊。Hello， 哎，可以耶，他没有伸头出来，我就可以解决掉他了，好简单哦。啊，这是第一关游戏，第一关当然是非常简单的啦。伸头出来，来看你样子，下面写这个一人应该是马桶的数量吧，应该剩下最后一个吧。解决哦，完成了。简单啊，下一关了，下一关，啊，下一关是在，这是地下室吗 ？OK， 然后我们在，哎，太暗了吧，这游戏我什么都看不见，前面好像有一个马桶人吗？哦，是，OK， 解决掉了，还有7个马桶吗？好的，太暗了，我什么都看不见，马桶人，哎呦，来这里，哎嘿嘿，安安。哎，安安，哎，跑出来偷袭我吗？想偷袭，不讲武德！来，可以，不讲武德啊，马桶人！哦，要偷袭，哎，这一关好简单哦，好简单哦，没有其他的武器吗？哎，这是花了1500美元的游戏哎，哇，这个下一关，我手电筒，这个什么光啊，根本看不到。我听到声音了 ，OK， 我觉得这个游戏要听靠那个声音啊，听它从哪里过来啊，完全看不到嘞。我觉得我后置应该会调亮这个游戏了，不然的话，我相信大家都看不见。哦，对面看到好像有一个马桶人，啊哈，哎，过来，给我过来 ，OK， 我这个游戏有一点恐怖的音效哦，我这里哒，哎，马桶人。听到声音了，哎呀，哒，哦，哎呀，我射他没有反应，他一直把我卡上来，我
下临吗？我真的完全看不见，什么画面都看不见。马桶人啊，不是。这游戏我的眼睛要坏掉了啊！眼睛，来打马桶人，在你出现之前我就解决你啊！还有一个背对我的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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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还有一个在前面，最后一个解决，没有加子弹。等一下，我的眼睛好累啊。下一个哦，这个啊亮很多啊，游戏就是要亮一点，你在暗的地方呢也要亮一点，才可以让我们看见那个路怎样走吧，毕竟我有手电筒耶。要我讲话的时候不要过来好不好啊，这里还有一个过来打他。这马桶人只有一种，他没有其他的好像双头啊三个头的马桶人吗？巨型的马桶人啊没有吗？这把枪耶，回新枪了，要怎样换啊？按二吗？哦，可以可以。哦，有 AI 哎，这什么啊？是 M4 吗？哎，让我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啊，也是六发，六发还姐姐耶，跟手枪没有分别。哒，爽，爽好多啊！有 AI 就是爽啊。是，哎，哒，可以，捡子弹，这里解决。上面这里，哇，上面还有那么高吗？怎么，地图好大哦！这第四关的地图好大好大，应该要打 boss 了吧？哇，这个太大了吧，做到，还有八个马桶而已耶。Hello， 我这是外面世界吗？哦，我在沙漠耶。这是什么秘密研究室吗？哦，发现马桶人了，哇，我绕了一个圈才找到马桶人。有必要吗？做到那么大地图吗？啊，这还有一个，太简单了，太简单了。下一关，最后一关了。现在，哦，这个场景有点像，是恶灵古堡吗？这是一个在，哎呀靠耶！刚刚呢，我想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结果有一个马桶人出来，我没有注意到耶。我是想说，这个有点像恶灵古堡啦，这个那个警察局那一边啊，可以开门吗？不行。我这一次听到马桶人在叫耶，他被关着了吗 ？Hello， 开门，我要射掉你们。这个又是哪里啊？按一开，哦，终于可以开门了。这个游戏第一个地方可以互动了，有一个门口可以互动，可以开门了，玩了那么久。哇，第一个互动哦，这个是这个食堂吗？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，这个叫你做一个互动键来做什么啊？开一个门，你开一个门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至少里面有几个马桶人都好啦，结果什么都没。好赞，这游戏1500美元的游戏就是赞啊，各位。哦，全部卡在这个，你们看一下，全部卡在一个厕所里面吗？我要出来，放我出去，我要找阿黄，阿黄是我的男朋友啊！别乱走啊！来，帮你们解决啦！哎呀，你们那么受苦吗？不要受苦了，来解决。好的，还有吗？我听到有声音哎，应该这里还有吧？啊，在这里，怎么啊？还有一个吗？哦，还有。剩下三个马桶人在哪啊？这里吗？哦，我要等等等等等，他可以攻击到我，可以攻击他吗？不行哎，等下他卡在这个房间里面了，我要怎样进去啊？拜托，这个游戏，我们下面这这里可以开门，哦。我这里可以开门，好的，罗啊，怎么扣血了？不是，各位观众，这个游戏呢，刚刚呢，就我觉得最后呢，在上面那一层被卡着那个马桶人呢，是应该是出不了的，因为他没有互动键呢，可以开门啊。哇，果然是花了1500美元的神作啊，马桶人神作啊，各位记得要下载去玩哦，链接在游戏下面，赶快去玩。这种分game怎么能让我一个人受苦呢？哎呀呀！